的比赛，是非常难。你看到日本的水平是很高，在亚洲他们是最强的队，所以我们觉得，我们今天要防守很好，不可以有失误。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两个失误，然后他们进了两个球，所以为日本不可以有失误。很感谢全部的球迷来支持我们，在场上真的帮助我们很多，所以感谢全部的球迷支持。